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树上几辆来？虽然说没有生命，但是我们很感谢，劳苦功高了。哎，我们有看到那个大爱台那个老菩萨啊，他不是推着一些一个 baby 车吗？我就跟我朋友讲啊。啊，我也要来做一个。我们早上就是运动了，没有想过是环保的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一边走看到这么多环保物，一边走一边吃咯，吃了两个手，越来越满。我们真的很敬佩他们，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工作的，可是他们就很全心全意在投入这一块，其实他们是走了一圈又一圈，可以说两三个环境他们都在走。我们会跟他讲，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变卖，其实帮人讲了，他会自动拿给你的。来，我给你弄。对，我的车不用我干。雨欣干最辛苦。知道他有做，啊，就给他喽。啊，反正你丢也是丢掉。那，丢掉。其实瓷器是给我们那个。开始个山的那个，我是觉得是个管道了。然后养不了那种，你 plastic 跟你阿信啊，你反正你不得装啊。十五分钟先打个一养，给它打地了，打地。啊，一波你那个那个是给，那个给那个地白土他们是讲的，你讲的。这个。好，来，好，感谢，太多垃圾了啊！这个社会，大家来维护一下这个整个世界就好了。他们少丢一点垃圾就很好了。